这确是高大人交给我的御赐珍珠粉，但在制布的时候都已经用完了，不可能还封存完好。大胆！证据确凿，还敢当庭狡辩？公事局交予你的御赐珍珠粉，你藏匿于府中，另用下等珍珠粉碾磨熏蒸，冒充御赐珍珠粉，用于制布。草民用的。 就是公事局交给我的珍珠粉，谢灵甫，本官给你的珍珠粉就是这一盒，封条都还完好，你竟然敢私藏，胆子是真够大呀！当初公事局送来的珍珠粉，绝对不是这盒！大胆刁民！ 公堂之上居然血口喷人，诬陷朝廷命官，这东西是从你府中搜出来的，你自己也亲口承认之前用的东西不一样，这不是偷换吗？如今事情很清楚，谢林甫胆大妄为偷换玉品，致使西周使者染疾。 险些铸成两国邦交之祸。何大人，此案应该如何判罚？请大人明鉴，放过谢家妻儿老小，谢家冤枉啊！住口！谢氏仇不庄，谢林甫，借进贡之机，私吞玉品。 其品性行径恶劣至极，如今证据确凿，判谢林甫及妻儿四人流放关外，永不得返京。谢家财产悉数罚没。退堂。大人，我家本分经商，童叟无欺，定是有小人陷害，请大人明察。哼，大人冤枉大人。 我们是冤枉的，冤枉大人！我只想找只手，放下。冲多少风头，才能一身滚烫？要借几番无常，碎多少愿望，才留。